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台湾媳妇在美国的无肉厨房。今天我要做的是金银蛋菠菜。准备的材料有菠菜、蒜头、咸蛋还有皮蛋。菠菜切断，准备一锅热水，把菠菜放进来穿烫，烫到这样子翠绿，就可以起锅了。蒜头切小丁，蛋切块，锅内放油，把蒜头放进来，稍微炒一下，咸蛋先进来，让它起一些泡泡，加水，皮蛋放进来，加一点慈济的冬菜粉，把菠菜放进来，拌均匀，放眼就可以熄火了。简单又好吃的金银蛋炒菠菜就完成了哦。希望大家跟我一起简单做菜，轻松开饭，健康无负担。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